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可是好吃吗？这次好，这次我们来到的是新竹城隍庙附近的超梦幻车轮饼，然后听说呢上面有小美人鱼 Undersea， 而且它也有珍珠奶茶是美人鱼图案的。那因为他们店面叫做果汁烧，当时我看制作过程有点像车轮饼，所以我就叫做超梦幻车轮饼啦。究竟它的外表跟它的口感有没有成正比呢？那我们现在就买买看吧， Go！那这就是他们的menu。其实今天是平日白天，还是好多人，不得了了。然后另外排队也好，不然那边满满的人潮，那种车子那么多，有点危险。大家来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然后不要占用到路道哦。而且它这个珍珠泡泡美人鱼，我觉得超梦幻的。然后它其他像这个草莓，哎，这是草莓吗？对不对？55，然后这原味35。我觉得天天想吵你，好像太难听了吧。天天想炒你，不是天天想草莓。反正就我觉得它的价格还算不错，没有到太高。如果它的杯子真的很大，你看它的原味才35块，我觉得就修哎。可是不知道喝起来如何。但是我们今天就等一下会点一个这个珍珠，然后其他要看有没有卖。它有修全货。我怕它，因为它是售完为止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晚来，太晚来可能那些特殊口味都卖光了。好，那草莓派对，美少女推荐草莓派对。东京樱花漂亮啊。我是他的创始人。哦，你是创始者，那一定要点。好，可是我嘴巴很毒，你不会介意哈？你可以看到他的扛棒是大大的幸福糖，希望吃的可以幸福。然后等一下点完餐还可以抽这个签，抽到签完还有送东西。究竟有没有那么幸运呢？你看上面那是仙女棒，就是我们之前有吃那个鸡蛋的，它上面也是有爱心仙女棒，不知道是不是未来的新产品。这可以抽吗？对，我们消费就可以抽签，然后一人再可以抽一支。抽一支，当是什么呢？43，37，有，谢谢。终于做好了，因为它每一个都是现点现做，然后而且我觉得它每一个就是没有像车轮饼那么简单，它还要撒一些什么糖霜啊，做一些装饰上去，所以其实蛮花时间，而且人真的好多，非常的精细，客人超多的。那究竟有没有那么好吃呢？那我要先说就是这两杯饮料，因为有点可惜这次没有点到泡泡美人鱼，因为听说一早就卖光了，可恶，我都那么早来了还是卖光了哦。然后这边要就是谢谢就是老板娘很大腿，因为她平常有看我频道，然后我们来买，所以她就多送我们几个。老板娘很大腿哦，就她让我们进去拍摄，因为他们店铺真的很小，然后人很多，她愿意让我进去拍摄，因为我觉得做的画面是最棒的，很想分享给大家。这是他们的草莓，草莓，然后这是他们的黑糖珍珠，它草莓是用粉红色的珍珠哎。还有我要说一个，就是它这里有封膜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这里人真的很多。拿你的这个果汁烧还有饮料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那样子有封膜就安全很多，至少不会倒出来。不然人家果汁烧真的等了一会儿，但是它的渐层还在。你看黑糖一样超漂亮的，因为它草莓那么大杯55块，我猜上面草莓可能就不是真的新鲜草莓。可是味道如何呢？先吸吸看，那珍珠好甜哦。我觉得蚂蚁人一定很喜欢，它珍珠真的很甜，它下面的奶味跟珍珠是 OK 的，它草莓这个比较结实，就是比较有嚼劲，你要吃要好才能嚼嚼嚼嚼嚼。我刚才抽到大吉，对，可惜没有那个千王，千王就有免费的一杯了。有比较好喝吗？哎，它变成粉红色的，好漂亮。搅开比较好喝，不要分开喝。那搅开那个就真的是草莓牛奶的香味，因为一开始草莓水我觉得太淡了。我觉得搅开 OK， 搅开，叫你要搅开，搅开，不同不听话、啊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搅开就是香香的草莓牛奶，然后因为它珍珠就是很有嚼劲的那一种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喝喝看他们的招牌黑糖，
不一样口感，草莓的珍珠真的比较有嚼劲，这个就是平常大家比较常吃的，我觉得是好吃的珍珠 ，Q 度 OK， 真的 OK。虽然我牙齿比较不好，我喜欢吃这种 OK。而且你知道，因为在店外的时候，其实我闻到那个黑糖的有点焦香味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顺哎、欸，其实我还蛮喜欢，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太甜的了。然后加冰块，我就觉得很 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吃他们的重点，我说车轮饼其实是果汁烧，究竟口感如何？我觉得最梦幻真的是这个美人鱼哦，这真的太浮夸，你看哇、哦！那我们先吃美人鱼的好了，来阿头先吃。那这个是 Oreo 蜜糖奶酥， Oreo 蜜糖奶，我还没吃到馅，你还没吃到馅，好吃感，真香！它有点介于车轮饼跟蛋糕之间的口感，嗯，然后里面有包 Oreo 跟。奶酥，大家一起如何？哎、欸，好多好丰富的口感、哦，感觉会太甜，可是吃起来不会，而且这样不会太甜哦，因为 Oreo 也很甜，奶酥也很甜，很多口感在里面，吃多层次，好来吃看，它口感真的像蛋糕，因为车轮饼的话饼皮会比较脆一点，可是它整个口感真的像是蛋糕，哎、欸，也没有它没有到很甜哎，就真的很多口感。第二个来试这个，我是公主，然后它上面有这个很像婚纱，我觉得这结婚典礼可以用哎、欸，很漂亮、欸，好可爱，后面还有球球，后面还有球球，这样把它挺住。这个口味是蜜糖奶酥，它里面的馅是一样的，它们都是这种草莓蛋糕饼，然后包奶酥加欧利哦，就是不同的外形。那接下来就是他们很推的草莓派对草莓鲜奶酥，它没有草莓哦，有一颗草莓哦，它草莓很漂亮哎，草莓没有很酸，里面的馅也是一样。那天也是一样的，大眼仔，大眼仔的话，上面是塞抹茶粉啊，把剧变化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发现他们每一款都是一样口味，他们就是外面不一样。它的抹茶粉很好吃哎、欸，它抹茶粉是苦的那一种的，我喜欢这抹茶粉，而且我觉得抹茶这好吃是因为它就综合了，你知道 Oreo 加奶酥，它虽然没有做到很甜，但是毕竟它也是甜的，我觉得加了这抹茶很 OK。我觉得抹茶这不错，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。那接下来看一下 cheese， 我们来看 cheese 搭配这种蛋糕会如何呢？我的脸不见了，我觉得加 cheese 也不错哎、欸，甜甜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。我觉得这种内馅是偏甜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底上面那一层是咸的或苦的都很好。那黑色这不知道加什么？哦，其实这个嘴巴会变超脏的，快点配给它一嘴。这上面什么味道？它上面黑色的没有味道，超像完美的。然后还有这个梦幻的卡纳赫拉，你看它有小腮帮子，它的脸凹进去，你们怎么要把人家？它旁边有点烤焦，好好吃哦！我反而觉得它这焦焦脆脆的口感很棒哎，这是微烤焦，可是我觉得这焦焦脆脆的好吃哎，反而我觉得这样脆皮我喜欢。我嘴巴没黑黑的，很黑，很黑吗？我先拿试试。那么丑，你现在才跟我讲？我跟你们讲，要如何看你的另一半是不是真爱，就带他来吃这黑的。如果他变黑嘴巴，他还是爱你的话，我相信这一定是真爱。这是什么烂测试方法、啊？你可以帮我擦一下吗？行，不多。显然你的妹妹不爱你。她爱我一下。那接下来就是，他们这上面真的都很漂亮。我觉得他们这个雕刻的，就是在这是巧克力嘛，看上面有小玫瑰哦，真的很漂亮。可是这口感应该跟就是我们那个公主的一样，因为他们的底部、他们内部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，它上面是有加那种草莓果粒，这个也很漂亮，来吃看。我发现前面那一个烤的没那么久就不会酥酥的，可是像那种酥酥的吃起来很好吃哎，因为它里面是松软的，所以它表面这饼皮如果再一点点酥酥的，真的很棒。真的。那大家如果来新竹城隍庙这边也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好漂亮，这拿来拍照打卡一定超棒。然后我觉得这真的你口渴是可以喝的，因为大家最怕的就是黑糖鲜奶太它是顺的。如果你也是很喜欢那种草莓，有点草莓蛋里面又有 Oreo 又有奶酥，而且它价格1.35，我真的觉得这样很便宜，因为它塞了好多东西。那大家来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不要挡到主要干道，小心人车安全。没错，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不要买了东西然后却造成危险哦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希望这部影片喜欢，请加一些我喜欢，大家也要记得订阅或者转接 YouTube 频道，旁边小铃铛也要记得打开，这样有新影片的时候才会叮咚。Facebook 搜寻可以点击一个赞 ，IG 也可以 follow 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到，拜拜。留言也可以告诉我说这些图案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记得。
下来还有花絮哦。我觉得美人鱼真的很美，虽然被我已经吃了，然后我喜欢抹茶的口感。可是你看旋转木马后面那个吸管更梦幻那种感觉吗？哎呦哎，它也有帮它旋转啊，彩色的吸管，哦哦，漂亮漂亮。大家觉得它的靴子漂亮吗？新靴子踩三下，嗯，漂亮漂亮，粘两下，漂亮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